前防弹少年团时隔四个月再度举行了线上演唱会，然而在开演的前几个小时，官方却突然发布公告表示，成员 V 因为小腿肌肉疼痛将无法进行舞蹈表演，因此在当天的演唱会中，成员 V 几乎都是坐在椅子上和其他成员们一同完成舞台。在演出中间的谈话， V 也向粉丝们表示之后一定会好好管理身体，避免再发生这种事，真的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。最后更难掩失落表示非常伤心也很不开心，昨天本来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。之后等到整场演唱会结束后， V 也在粉丝互动平台上再次向粉丝们致歉，他表示大家买了昂贵的门票，但是我却没办法充分展示，真的感到很抱歉，我会变得更加帅气回来的。一番话让大批粉丝心疼，表示太狠不要自责啊，身体不好比较重要。